团的前进方向向右手偏中，和葫芦岛的右下。桥的长度是225米，被称作葫芦桥。乘坐游览船的各位朋友，一路上您辛苦了。马上就要到达松岛栈桥了。游览船到达松岛栈桥后，在离船的时候，请您一定注意脚下，并再一次确认有没有遗忘的东西。松岛还有很多的名胜和遗址，也衷心的希望您能继续观光游览。各位朋友，今天非常的感谢您乘坐松岛。